大家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套洪荒的指法和剑法的对比啊。之所以选指法和剑法呢，是因为，在我玩起来，指法剑法伤害是最高的，而且是最暴力的。然后呢，之所以用洪荒山会来做题材，是因为我和我的道友几位比较不错的朋友道友打起来，发现这个 BOSS 应该是相对较难的一个 BOSS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先说明，如果看过以前的那个视频就知道，我这个指法和剑法都是用修改器改出来的，全部的红色的技能和红色的那个心法，哪怕这样子打起来也是比较艰苦。我的那个，因为是洪荒嘛，逆天改命也没有修改，所以只有一个水力四射，然后无法进阶，还有两个红尘剑魂、红尘剑侠和红尘剑魂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屏幕上我的红尘剑侠正在制造伤害，基本是刮痧啊，基本刮痧，没什么用。所以呢，指法的优势在于它的这个刮痧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，比剑法还快的，而且呢，它的射程范围相当高，射程范围。然后呢，我主要注重的是快速的叠加这个灵虚啊，灵虚之后呢，用那个大招的话呢，就可以瞬间的把 BOSS 掉血。在非洪荒的难度下，基本就是30层可以秒半血。多半血的 BOSS，但是洪荒的那难度确实比较高，秒不到，只能慢慢好摸死他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绝技上的这个灵虚爆的这个击晕效果就非常明显，尤其是这个 BOSS，这 BOSS 因为它转来转去又有风，你的那个空间很少，再加上地形的限制，就这个击晕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身法的话是必须用风的，风的这个无敌时间是太变态了，没有办法，太变态了。这个太厉害了！现在这个 BOSS 如果撞你一下的话，大概是1000多血，好吧？这是指法的结果，指法结果消耗了2分20秒完成了，掉落还是可以的，掉落还是不错的，掉落还是不错。下面呢是剑法，下面我重新读档，同样一个 BOSS 啊，同样就是除了技能不一样。我这人物除了技能不一样，还有是攻心法和秘心法不一样，因为要配合那个剑的和那个和剑的攻心法和剑的秘心法。这是秘卷拉过去，把技能都调一下，有点卡屏。其他的完全一致啊，其他近视心法都是一致的，能做成一个鲜明的一致的对比啊。剑法的话也是红尘剑侠加那个这样子无法进阶，还有几水力四射，这山后还吃个小蘑菇更比较难打。但剑法的优势在于这个身法可以无限啊，这个太变态了，就是。它的绝技有使用之后，如果击伤目标有流血的话，可以那个减这个身法 CD 的。比如看现在身法 CD 减到了3秒，这样持续的那个什么，对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这主要就是这个绝技和身法的配合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配合，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个地上这个剑啊，这个释放剑神通这个小剑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风身法，它有一个读词条是你释放风的时候，会有这个龙卷风出来，这个龙卷风也判定为就你释放一次身法，所以它地上会出这个小剑，然后呢这个剑天赋呢，这个神通又需要这个小剑，所以呢。
就是你不需要使用多次施法就可以攒很多的小剑来释放。你看我这个上次释放神通的这个剑还没落完，CD 就快好了，地上有很多的小剑，也可以再放神吞吞。那这个就是这个封身法和剑这个配合的这个 OP 的地方，就是无敌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，我就没使用神法，让我非常暴的状态给大家看伤害啊，它就基本打几下800-900伤害，撞一下1000，那啥，所以基本是。就是你要承受3、4次伤害就死了，所以红黄这里这个无敌身法真的是厉害，真的是厉害。那技能配比啊，一会儿我给大家那个解析一下。